很显然，有人想利用这个没什么声量的粉砖来攻击党内自己人。这个粉砖如果今天要挺村长，村长你好棒哦，村长好厉害哦，没有人要看。但这个粉砖如果今天来骂谢龙介、骂徐宏庭、骂郑昭兴，又有人要看。哇，蓝营又在狗咬狗，哎，又在一嘴毛，哎，现在这个粉砖就在做这件事情。好了，这个粉砖哈，看起来很有正义感，他跳出来跟大家讲说，哼，国民党会说那么难看，要怪三个人：罗志强、游淑慧、韩国瑜。我一看到这个粉砖说韩国瑜有三点罪状，要为2020的败选负责，我立马想到前几天党中央列出七大败选原因，最重要的就是韩国瑜，你造势太厉害，害得大家错估形势，导致最后选举大输。嘿呀，这个粉砖跟党中央还真的叫做口径一致啊！到底他们列出的罪状合不合理呢？待会来讨论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粉砖现在出手打自己人，引发了话题。不要跟我说是因为你真的很有正义感，背后八成有人。那背后指使这个粉砖出来炮打韩国瑜的是谁呢？这很关键，大家动脑筋思考一下，会是在选举期间跟韩国瑜结仇的人吗？还是大选之后怕韩国瑜挡到他的路，卡到他的位置的人呢？哦，这非常非常值得深究。我讲到这边，很多观众朋友心中可能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头，很多的名字啊，会不会是谁啊？会不会是谁？是谁我不知道，来宾待会儿都会好好的来分析一下。不要再自己人打自己人了。洪薇姐都说了哈，现在罢免灭韩国瑜就是要灭国民党，就你们国民党还自己人灭自己人呐、啊！罢免这件事情哦，现在民进党全力相挺，所以小英总统昨天接受其他媒体的专访，就让我啼笑皆非啊。他说：“哦，罢韩是公民的这个权利，也是公民的义务、公民的责任。民进党不能叫他们停止罢韩。”看看那个台中市的立委叫做 Thank you。陈柏惟，他曾经在选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我当选，农历春节中火关一天。现在中火问题一大堆，请问陈大立委，你要继续管罢韩，还是在乎一下你台中市的空屋问题呢？来，我说了这个粉砖如果跳出来挺村长啊，你好棒哦，当党主席，你看完以后就是嗤之以鼻，但如果跳出来骂国民党的人，哎，那就是新闻，典型的叫做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来，蓝白拖的逆袭，打蟑螂的拖鞋，现在想要打老虎、打狮子。简单来说，他觉得国民党有党员跟支持者，他们的支持者啦，联署要求开除韩国瑜、罗志强跟游淑慧。讲到这边，现场来宾都怒了，为什么没有说要开除郑昭兴？为什么没有要开除谢龙介？为什么不开除徐宏庭？为什么不开除村长？为什么只开除这三个人？说清楚啊，看不起他们是不是？好，继续往下。他说这国民党的基层党员的见解跟活跃于媒体之从政党员严重脱节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三个人在媒体上、在公众场合讲的话，跟党员心里的期盼认知是完全不同的。以至于某些从政党员假借代表名义，实则为个人或背后势力谋划之政治目的，对党中央与党主席进行威胁、攻击、不实指控，甚至遥控党中央满足其私欲。你觉得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呢？他觉得这些人借着他们的能量，借着他们的曝光度，讲一些话来攻击党中央跟党主席，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之路，甚至还挟媒体以自重来遥控党中央。我是不晓得这三位韩国瑜、罗志强跟游淑慧是如何遥控党中央啊。如果我讲白了韩国瑜可以控制党中央，不分区名单给我换掉，会选成这样吗？你先跟我讲说这些人在遥控党中央，你不是在自欺欺人吗？好了，重点。他对韩国瑜提出了三项指控。首先，第一个，他说韩国瑜的五点声明指控党中央权贵
密室协商，蓝营庶民与权贵的战争因而被引发。权贵密室哦，这霍文哥讲过好几次，韩国瑜要讲清楚哪些权贵在哪里密室讨论什么，韩国瑜没有说。当时被指控的包含了郭董、马前总统、吴敦义主席，因为瞧了这些人来参加党内初选嘛，这韩国瑜说的。来，再来，在2019的期间哈，数次恶意的污指攻击马前总统，所以是不是在帮马前总统说话呢？然后2019到2020，也就是选举期间，在选战的时候呢，公开为花莲无党籍的傅昆萁助选，党提名的黄启佳被他们跨步了，严重破坏我党花莲选情，是在帮吴敦义讲话吗？黄启佳是吴敦义硬是要推的人吗？好，现在打蟑螂的拖鞋，想往韩国瑜身上打，提出了这三大罪状。我们就先请教龙介先呐，好，牙哥，敢有合理无？拢合理啊，言论自由嘛。嗯，哦，这个粉丝的专业内底呢，过去当然就是伫东部真侪人看到，你像我今仔日才看了新闻，我想南白托的你，嗯，啊，这是家己的人，嗯，啊，这是拢家己的，家己的人创家己的人。好的，来，啊，怎么来讲？伫内底遮个人，并无全部是同款徛即个立场。当然，即有少数一两个啊干部也无得确啊，吼，到底啥物人破即个门？因为你若卖当啊背，吼，啊卖当啊批判，卖讲要改革，今仔阮就免叮当啊，因会当继续伫迄个位啊，嗯，吼，啊恁到底是编制伫国民党倒一个单位嘛？互我知一下。我虽然无做中常委吼，啊无啊。啊，个中央委员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嘛一个中进的党员，恁是编制伫倒一个单位啦？哦，啊，无出来讲个清楚，到底编制伫倒一个单位，啊，领倒位的钱？因为阮有咧捐款嘛，阮有咧发薪水啊。嗯，我爱问一下钱对倒去啊。嗯，敢是安尼？伫这个专业内底有真侪人是无认同这篇破文的。嗯哼，啊，那是恁少数人为着讲你的。因为为败选负责，啊，主席要求恁总辞，照你讲，这你爱怪吴主席啊，因为一辞得好，恁就唔免走啊嘛。嗯，啊，伊要求大家总辞嘛，啊，总辞就变成蓝白托也要总辞。唔是啊，因为因呐，确实是属文团会，也、是属什么人，啊，哇，人可能就无头路啊，有可能就站嘛拢站嘛，你听有无？无钱好谈。哦啊，这含意思有人安尼讲起来，唔煞煞要要类似啊！哦，卖讲要叠上啊！若要照这个标准，安尼我拢对啊，我拢对称啊嘛！我袂讲因为你无写到我，我就替你讲的，唔是安尼。国民党改革，你今仔咱的旧书人，今仔罗志强甲尤秀辉，伊是犯到倒一条天条。当然啦、啊，忠言逆耳啊，是利益型啊。良药可靠，利益病。要让党改革行较大步出去，一定爱讲忠言嘛。嗯。啊，忠言的话就歹听嘛，会鸡耳嘛。啊，鸡耳听了未爽快，啊，你讲的我都唔做。就像台南市较早的呐，迄市长呐，啊，咧嘉义县建议的我都唔做。就我讲的伊都唔做嘛。啊，实在是对市民有益的哩，而且咧变作陷入迄个意识之争。无必要。今仔你写这一点仔意义都无啦。韩国的罗志祥甲尤秀辉，因无咧甲你信啦。哼，因无咧甲你信。第二，你写出来，互看破卡手，参家己国民党中间的党员都看袂落。啊，国民党煞袂使检讨，按说比民进党较惨吗？啊、民进党是一个执政党，伊有资源的当安大伊的人，所以因巧，包括这摆输，是人机卡应用卡苗去应用伊的，啊用国家的资源含我了，啊就变啦，无违法，社会观感歹，歹我的政权得到政权的延续是最高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
国民党取回政权嘛是选举目标的最高级的原则。你即马甲我讲，啊，你做成上成功啊，所以我造成哇，我这个选举的册看哈侪本哦，无一本有写到这条，讲你得爱甲造成好失败，安尼最后较会大赢啊。就我想，这倒一个老师写，我想来个拜好一个。哦，造成成功，所以造成今仔大败，输遮侪万票。这我恁老师敢捌甲你教过这個？哦，你政治系老师甲你教。所以这我老师教的。这个乱下一张头嘛，为着指控啊，倒几条理由出来，我就是要突然我讲啊，隔山打牛，伊这重点。不是因两个啊，对嘛，重点就伊嘛，伊是甲这两个拖下水尔啦，碰着的因两个，你怎想袂开？无晓得你搁兼受气，哦，重点就是你讲韩国瑜嘛，系啊，就有人要把他踢出去嘛，所以这个时阵摆算了，叫韩国瑜不是袂当检讨，韩国瑜先啊，等伊即马头气气气精硬着。规场的选举，伊感觉讲伊拢无唔对，一个会晓反省家己的人，你看伊的言行甲伊的动作，你就爱知影。哦，即人会知影歹势，你唔是啊？你所拄定了，你杀到尾啊，规个就是讲，即败选的检讨原因，佮包括国民党嘅败选检讨原因，哦，规条写出来，你甲看嘛？啊，看有共款无？意思讲。我伫遮一直咧讲讲吴主席，伫选赢十五关市的人，你会记得袂？足侪人讲哇，你韩流安啊！我讲吴主席爱记头功，你也还阁会记得？有，好，因为一段一主席带领拍赢2018年的选战，国民党会当提到15个关市长，而且伫国民党最无资源的时阵，爱阁甲别人借钱，伸长手，掺薪水都发袂出来。迄阵我是不是讲钱去啊？孙中山的精神倒来，但是最终的大选准有韩流无韩流不管，韩流有带动无唔对，但是头功就是吴敦义。当其时伊选党主席的时阵，咱嘛讲我讲你会过半，你选党主席目的就是将来要选总统，国民党甲你培养，你一路到副总统，到总统差一坎尔嘛。但是社会无法度。因为这个初选的办法，你安那解都走未开民调，所以他最后变作韩国瑜有机会。我最近都无创个创去，无本来韩国瑜还未有的时阵，伊嘛是拢摆无起去嘛。哦，伫民调都是朱立伦、王金平，安尼摆落来，所以到尾啊靠出一个韩国瑜。半路杀出天价金，你要如何？民调都一相关。今仔那卡叔讲的，像咱昨讨论的，今仔那无和韩国瑜算，伊民调相关，但我无算。你做高雄市长，你唔免算。最后问阿叔，阿咩怪啥？怪韩国瑜。韩国瑜，听下你有够哦。你民调相关，你唔算。造成国民党袂当赢。所以，这韩国已经下到第四件，伊无多讲。伊今仔恁哥安那个写，伊也袂甲恁韩哦。一定点点，随在恁讲啊！啊，但是你安尼写咁对，你想家己个人看了，包括民进党看伫个目睭内，伊感觉可笑啊，会感觉可笑。哦，啊，历史是安尼嘛，已经过了过啊，吼，失者记忆啊，唔免阁提起啊。如果今仔日是为着要甲吴敦义讨一个公道，安尼我会当公开替伊讨公道。事实伊用心良苦。哦，有功劳，有苦劳，但最后一生的最后未当参选总统，这是无奈，时势所逼啊。英勇年年出，好汉年年收了。啊，好汉收起来，若要搁讲这300话，啊，就变六七，变倒歹看。哦，所以我是奉劝讲，铺这文章呢，有当时啊适可而止。哦，啊，若要用文笔来安尼写，对个，家己牛条来搭牛帽。民进党都要徛关山看马烧炭，最后你国民党永远无起死回生的机会，真可怜。